赵西民，吃的马良再去上坛。好歹
这次策划登将那官，外加批题来之无故，家无常听兵。有请夫人。驸马请了。公主请了。请坐。一同拜同。东王驸马，父亲何事？公主，这次策划，公主啊。
哎，大王呢？养子尽怀玉恩，不你也高讲，你不明将他打于头脑之内，妈妈得娶他相寻五宝男。哦，妈妈娶娶他，正是。好，老夫继续发下去。是。下面听奏，大王有令，将尽怀玉打于头脑。
可是老贱夫嘛呀，我总是贱怀玉。哦，你何不休下徐心狠，下回稻草八平九江。老伯，如今我身寒透老，不有人敬酒也是枉你难。哦，哎呀，锦湖嘛，像小老也是中原人士，你又是行得过小老，不礼貌，不是与你相许。哦，老伯，不有王万世宝也是枉你难。哎呦，事到如今，还要什么文玩十八路，你不灭臭小贼吧，压迫不整治，休下血的血一红了。好，有老老伯稍动平。老伯，我大当江山，就在娘亲手上。金福满，这你在后老子来等候，小老与你小兄弟去了。啊，一头。
人身上的村民，别个都敢来捏见了我的外根。我江湖的徐大阿子，把我的元帅的两军兵折开的，把我屋里给他扫脚去啊，说到给他书房里头，怕他出来掺和。没办法了，我屋里夫人呢又怕饿着他，要给生胆子这边把他掐。另外的动了人家的饿，那就服人家的过，那我到书房里念起来哟。来过河啊，看见的两对两根肋骨，叫一根那发财，几波几杯，别个跟那发财来砸别个外婆。去等阿子看见，心里不好受，我伸手把脚不依你来躲。哎呀呀呀嘞，打三两的是两根木兰。三两对是两根不完，都是我的眼睛哟。老爹爹带的人马两军并得，怕我出门闯下祸来，因贴近死所将我送走。今日行政官们有意去日本护去，有完上行，这等时候危及徐同与我生来精华过兵。徐同，徐同啊，来个大来个大来个大来个，哎呀个脚这个都来个，哎球球啊，你是都躲起来的不？哎，当时我们到过的呀，你瞧不啦？徐同，哎，先恭迎我，扶正不误，这金华国兵就上个力气。哎呀，一篮子东西我碰见的我多是你先吃的，要得第五枪我吃。慢点啦、啊！我屋里秋菊啊，他是个细伢子脾气啊，我要自己掐个的，他妈的问我要，我用得了的。慢点，我也跟他兜个兜着。秋菊，嗯，你先把我们不掐，你要兜个兜看呢？什么？要我兜兜啊？
哪大名呢？好，立即听了。见了，赵赵来大厅。嗯，马球子最无疑。要得，下得人。哎，慢点，我还得多一个，我就放心下。小娟，那你还要多一个？还要多，只要办得住啊，运势不看见好老婆。下得人，下得人。嗯，好下。嗯，哎呦，行啊！慢点，慢点。给我拿金花果饼起来。哎呀，姑娘，小娟，那俺要吃只有月底的。嗯啊、慢点了，小娟，你到过来找你咋的？我是要压的。我哪里到底什么招啊？哎，你干的刀招来大厅，麻球子更无言呐！哈哈哈哈哈！你这个群才来不打厅，难道打你不成呐、啊？哎呀，我要是的，那打不动我啊，打不动我。麻球子不成无言，你要他回我哪里啊？你跑偏神了，我就哎，你还到这个了？还到了什么？蛇要半斤脚，一时不小心好了可呢？哈哈哈哈哈哈！蛇不要半斤脚，难道要你不成？啊，那要不得了！一个人，你去试试看，看不看见自己的好老婆啊？看看中。潘大贵呀、啊，和我连毛病神呐、啊！小军，东西我掐干的，我下回子来了我就多送你半斤钱，要不然我少赔的回去。听懂？啊！今日你不将金花果饼拿来，老子要谢家老母家花女。哎呀，乔军，算得了，你来摇动我了，我下回多带你帮你家啦。好，只要你将徐华门打开，公爷我就不责怪于你。那搞不得，那搞不得，你屋里衙老公你出去啊，把你锁在个这里头，怕你出去掺和，我把你放进去来掺的和，我又是脱得神呢。你要是不开门，嗯，老子就要谢家老母了。慢点了，我用得了的。徐通啊，哎，只要你将门打开，嗯，公爷只出门三步。慢点走，出门只走三步。要得，我把他一开发，放你出来走三步，再把他关你进去，东西我掐干的，楼我得的。要得，哎，慢点了，乔乔。那就只走三步的啊，只走三步。好，我来开锁。行，哎，与老子上步。好，一、二、三、四。哎呀，啊，全在，买的上了，全在。那个莫非是三步了？三步不得有刚才，你再走不得的啊！徐通啊，哎，你的老子伸手啊！那我就死的人都不得伸手。你要是不伸手，嗯，其实你倒打啊！哎呀，小军，那该哈就莫妒忌下来啊！你妒忌下来，我就好有一笔了。好笔何来？好笔那泰山压死兵呐！此话怎敢啊？回路，回兵啊！回兵，回兵。徐通啊，哎。既然出来了，哪里好玩好耍呀？过得了喽。要是唱到和我个的儿童，莫非给个给的？慢点坐。哎呀，是的，我要收他不回，没办法，我带到我们那个地方啊，那个金水桥去玩耍去，那里没得么子人过生。要得，小娟。嗯，干天喽，我们那个地方只有金水桥就好耍好玩呐、啊。又是什么好耍好玩？哎，刚才听喽，青山露水啦，有水娘子唱歌啦，哦，有横是个推肚啦，哈哈，有慢椅子闪书啦，哈哈，还有鱼钓嘞，导演又会搞青丝，听见嘞叫干的，一天比嘞掉水的，哦，哈哈哈哈哈哈！徐通啊，哎，
记得走也好玩好耍，公爷母要到今天教去。哦，那样的我去准备教干好吧。来喽。啊，慢点，你这个样子啊，别个晓得就晓得，你不晓得的这年前的你这个犯的贼的贼人呢、啊、怎么讲这犯的贼的嘞？呀呀呸、我乃是堂堂驸马府的少主子，哪里是什么贼犯？你那个假说啊，公爷年前的这犯贼的呢，你要与老子开锁。那我开不得，那一开都拖动你牙了之身，那就拖不你年了之身。你又不开，嗯，刀打、啊、好了，没了，我开，没办法，我开。慢点啊，我去准备钓竿，好吧？收收起鱼。好，走。小军，钓竿到我的。徐龙，要带龙军不进去钓。走。到过来的，小军的，你就坐在那个桥高头啊，拿了根钓竿，我就来上回事，坐那个钓鱼啊。好，熟悉，晓得。徐同啊，哎，今日公爷带着教导，倒想起一位故人来了啊。是的啦，我啊，好比那个有一笔呢。好比何来？好比那西域的姜太公呐。只怕比不得。比得了。比不得。比得。比不得。比得。比得小姐姐多巧到金灯花门，别想起不走花四大功劳，好多鱼了，再看那个。公爷我金花鱼，当今我把公爷我大本事，今日鱼钓啊。你到鱼边可盘的刀啊，哦啊，今到了张高鱼七魂三将，碰到鬼了，你到过站的鱼啊，看着看着上钩掉的，我说哪个拿这个烂篓子，天好了，进走的了。徐同啊，哎，公爷倒要带着进去交情，正好与他，看是何人担此命我开刀。衙门，
呐、啊，开大引到我不到啊，有人挡道，何人挡道？嘿，乃是老子定引挡道。哦，你是定引娃娃，为何挡住老夫的道我口？老子在此钓鱼，你就在此鸣锣开道，浸泡了我的三根钓子鱼啊！哦，但是老夫鸣锣开道，浸到了你三根钓子鱼，老夫免能去到长家，再来日陪你就是。徐通啊！哎，他虽然命人去到帐盖之上买来鳕鱼陪我，不就罢了。哎，慢点，上回子我在街上碰到街道老鬼，他说我卷了他的马道，他抓着我的马鞭子。今天，哎，看我的，哎，秋菊，等听喽，你要没得么事爱他，你都会钓鱼啊，他爱的你噻，一条公文上的鱼啊，看得上来勾钓，他过得命路开道啊。荆州等地，什么问题呢？蛋糕上卖的鱼啊，不是挂着的人，就是客给他塞，那要你给他写的过好了，没得啊，你就是可以的。这干么是打得的呀？打得了。哎，蛋盖子上卖来的鱼，不是去了鳞，就是去了塞，老子要胡下烤了有十只鱼。但是要互相活生生的鱼嘛，正是老夫命鱼痕下得湖去，晚来日陪你就是。徐同啊，哎，他说道，请渔民下得湖去，晚来洗鱼，我可就罢了。哎呀，你我是公群咯，那何小万你要不得，等天哪。要他头上系下线条，身上脱个蟒袍，脚上脱个草鞋，要他自己下到水去，时刻要摸，时刻要摸，摸到他口中有回事的，就是你的先行活鱼，冇得啊，给也得。嗯，对。先拿鱼面往来之鱼，把你自己拿回家去了，留下小弟给老子，老子今日要你。头上剃下小鸟，身上脱下蟒袍，走上脱鞋找寻，下得如何去？是这样，我来烤来有十只鱼。呀呀呸！大大的精英小子，你要独大的情藤。哎呀，老夫斗气相调，身披马袍，斗我去斗去，压在木鱼马，他是我王不我人。你到底去与不去呀？不去的呀，不去气死你！当当，要你不干。哎，这老儿被老子三绝两招就打死了啊！打得好，打得好！哎呦，秋秋啊，啊，你看看这老杂毛了的，
你把他大方放在底下，他的胡子还在那鸟啊，在那骂你呢。他骂我何来呀？骂你是他金子来跟样的。怎么讲？金子来跟样的嘞。呀真朋友，你的老二老，你死在黄泉路上，竟敢还骂老子，老子今日要将你的刀撂了下来，丢于河中喂鱼啊。Oh,
不毛山君啊，下江南是一派骚破阴沉啊，君臣们呐、一等风清呐、向阳光洒红霞，毛都冷清呐、我清心呐，喜不乐呀，为君拜坟呐，下阳关关中华，老汉一命呐、花姐是小姐王朝民啊，我父王传你了大断乾坤啊，愿为王带龙马亲自去分啊，心系的葫芦窑啊，即开的分啊，才越做金人啊，兵败唐人啊，我从来无福啊，能怪海情啊，都忘我怪不完啊，问作人情啊，为王爹做奖赏，横钓鱼寻啊，不快的等我自难等心啊，翻朝怎奈问何物，欲罢不成啊，为王爹做见了不计夸丁啊，多亏的老太师他也是金啊，今天上早一本来能行报问来，
情啊。这边的此去啊，其他的生啊，怪草来分笑啊，有去无回啊。要恐怕你断了啊，让我动心啊。那是个成败王家进来也算下得他呀，平生金家此尊几多子腾啊，禀知三弟红影小弟今日为何这等模样？哎呀，是你那臣子吧，我弟弟在监狱绞刑经过，被前言相知无辜大事扭斗抛家，还望父王重用。莫道前言小子无辜将这老太师何何大事吧？真是自从发行此事只要古王作句，西福王来从玉国群子去迎兵根据半至三点，迎兵根据半至三点我的名字。
不知道什么鬼话，就知道打人。你要怎么命？我倒是怎么命的话嘛。亏下了。是在儿臣是在你是先一半在地宫早晚夫伴亲眼花落在你一字文满留在无音金瓜无声呀将金银推下去斩铁门而来是死不得的呀Thank you.
启禀中，金交易失踪。启禀啊！自从在山前经过王记，经过王记。罢了，罢了就罢了。王恩在，万全经过姨娘请在。经过姨娘请在。不孝，不孝就不孝。日期惨淡。不在朝阳与你时双得金炉又何奔走去到父王万岁也不知金国之下战战杀杀战杀虎不打臣那运打架上帝来使你一次金庸永放虎在金帅小姐不顾江州闹太师大事要斗袍江不顾二气战气到万岁将建言就去不顾江州闹太师大事列大文章是啊起码万要你在金家内待怎样只可你死不可你战啊哦，只可你舍，不可你诈。父王万岁，我看还是站得妙。哦，站得妙。舍得高。哦，舍得高。站得高。哦，站得高。舍得妙，舍得妙。哎，你们一个要战，一个要舍，叫国王。好不为难的哼哦啊
招得的来，娘一问，女一问，招得好等等的。难道他父辈人大事，连奔都不能招满，连奔都不能招满？志同，你要奔董卓古王招来，古王与你夺去。王爷，你有什么本章？董卓外娘招来，外娘与你夺去。自同平生，我去了。王儿，自同吃坐。王儿，你敢出去呀？哼哼，父王我的家
叫我为王郎呀。
城来杀不走啊，他怎能放宽啊？做难呐、啊！雄壮还是苗头啊，叫你不可以管今早生啊小男，我人叫春秋家，我亲自扫小男。龙是好不过是啊，香烟等啊香啊，心思等啊该怎么样，不必白耍啊。
点的本事哦，出到皇上那一个拉郎的杆子更强啊。那一伙叫英雄不有法子，今天杀到七绝王来找你娘啊。弄到了我眼下你要低头儿望啊，你一目真了情不好下呀场。
干么君了情？君了情。如下。来。自从他君了情。君了情。君了情了。本局将武局完成，我王兴平生辞尊，谢主恩人。我王兴怎么得金兵火奔？微臣无门得来学学
不敢私自公开，上头的乃请举冷漠一个，臣说能是安，对不冷漠一个。罢了哦，哈哈，罢了。万岁公罢，谢虚为何受审罢了？老王兄有所不知，只有驸马带定了囊，不料得了车子牢笼之计，如今大狱头牢，想要谢虚为朝搬兵求将，朝中问多无少，这叫如何是好？放坏了啊！万岁，府门之外伴着何人呐？那是你一字精英雄黄虎贼，无辜将这老太师打死，惹起战。哦，现精英打死这老太师，你赢了起战，还要引他进家母门征粮，不明见他失策，今晚联军救护还乡，来他一个将军受罪，不是举山容易。老王兴将情，那有不君之力，带不群子舍下抓来重战中去。下面听着，万岁有旨，进营失策，斩敌截将。谢万岁不战之恩。哼，非是孤王不在于你，若不是急躁国父将情，能逃多斯罗的三千心人。是谢过急躁夫，小金银斩了起来。谢过金银呐、啊，在你打死了人呐、啊？是啊，为州府的将下进来，今晚联军救护还乡，待这一立根。生而不去，就是不去。生而在京师交接，打死一个正派，就要将我斩首。若是去到两军阵前，怎么样一枪，那么样一刀，我竟然有几条命来抵呀！哎呀，小精英呐、啊，两军阵上打死了人，不但不杀你，还大大的有伤。干么有伤？有伤。生人我就去绝了。启朝万岁，现在锦营密带红岗，有口联军临阵招亲，请举金铎。老王兴要新政之名，吾王赐他锦缎包带，怎么上招亲无人？谁去能跟锦营追来？追来了。走虎，生儿去得好好，将我追来护持。为走虎看你命带红冈，怕你千万联军临阵造成，万岁跟听，讨来金捆宝带，若有婚事，不将在于你，不将在于我，不将在于你，不将在于我哟！哈哈哈哈哈Thank you.
皇，张三论报孟无道，下台。论罢交公啊，小将定音，今日令侯失策，两军交付我还乡，镇镇江光。有人马起来，带枪跟着马。Yeah.
小蛇王啊，早不快心啊，外甥啊，我啊，能不信不信啊，我信啊。我去等你
堂到红南，去找那子上扬那乌云不啊别走啊。白日我啊有心面不打往下来也了叫醒啊日不啊不明啊。不是梦啊到到空来你啊静静啊哎呀哎呀幸福啊福来到两座啊
跟几百你不安好心，儿啊，你看这丑小姐，她今晚没来迎娶，你我不忍将计就计，回上来。是，爹爹请退。将军倒还长得蛮不错啊，来问他的名姓。喂，过来了，不要怕了。哎，过来问你，你是叫什么名字啊？我叫锦英呐。锦英呐，多好听的名字！你是叫锦英，我是叫福英。那福音的发的福音呢？我也得是一岁，那你呢？那我就是二岁了。啊，你是二岁？我来问你，你有没有这个啊？这个是什么啊？就是这个。这个是什么？哎呀，就是去要面我个人的当去啦。哎。见我在家之时，朝里文武直奔前程，哪有什么心思进去当官呐？他老得很嘛！真是。哎呀，那好啊！小姐呀，
分银。金银来，我金针来，生意金。全不爱进啊，与老门啊，小金与官要是与啊。家呀，去争婚嘛，可把把那呀笑笑啊笑啊，金银盏盏。哎呀，将军呐！
此说来，这婚姻之事，我一运都要得，你还要依我一句。老爷，你要将套牢门打开，让我夫子出去。那不至于，哈哈哈！那我将自由牢来打开牢门。你妈，哼，也恨他婚姻有假，我要他对其名师。丫头妹，哪里有对其名师，我才放得心呐。要我对其名师啊？啊。那就你听好了，到这来打亲戚，谁要把人脚？哈，好啊。快去开门，快去开门呐、啊！Thank you.
水不香。
叫俺分明哎。本当本事啊来人主，可惜你我是找好人，能配能耐呀，分配也分，无涯风帆真真情，婚姻之事啊到底也过，夫儿等到见宾来许姻来，怀呀精神来，齐军
我爱马根南。你费出好心，接过你的母亲去吧，少是为夫人的作主。不要我的男人哥哥了。好，为夫人的作主，拿去。来人，有，少是公主夫人，手保护主。我日命令谢驸马饶爷此日去征，但不知胜败如何。驸马两军争气，买了一将军，今朝无力到家，你爱将婚姻是可以打了。怎来打乱？我与他来是代际之国，要想婚姻成就，万万不能。弟弟，你肯不肯呐？为夫不肯，你别这样。你不肯，你爱我要反击打你。娘，哎，为夫一语就是。哎呀，娘，去发下去。爹爹，下面听从我，爹爹有令。操老子砸两块玉全大地人啊。赢了赢了。哎，这里为何来战有两军？弟弟要问一爷爷难进宫。白金公公，我明了明了，爹爹请。公公请。这项干部就是请问，请我请了，请问了。来，想冒驾带兵进宫里打探，是来逮捕该是？大王，请问恕罪，请王应怎么了？当真本差帮是匪盗，把本将州举上，任尔共加赏。就是拜见有夫大人。哦，谢谢三两起来，请我。请问啊，在此臣臣此以豪两官立武，今日立党拜下就义，欲请问一路。请请请